not tell me everything. 现在由我这个东北人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东北特色菜啊，比如说这个小鸡儿炖蘑菇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是鸡炖蘑菇。这个做酸菜绝了，来一碗。很上头啊，是酸菜味儿。这个我特别喜欢吃，特别清淡。它其实就芝麻酱浇在这个粉皮上面，然后黄瓜和这个小米椒一拌。真香！哎呀，我喜欢吃一切芝麻酱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大连的那个焖子，也是上面浇一点芝麻酱。你知道我们爱吃大葱吗？我们同时也爱吃这个生菜卷大葱。这个可以卷这种豆皮儿啊，豆皮儿也可以卷，豆皮儿也可以去包着这个葱。然后我们，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用生菜卷，用这个黄瓜蘸点这个鸡蛋酱。因为我等会儿还录节目，所以我就不放这个。这平时我们还可以放这个洋葱了，那等会儿录节目就不放洋葱了。还有个大葱也是，就这样蘸着这个，蘸点这个鸡蛋酱吃。就是这个味儿。那这青春茄子其实也是。还有这个，我们管这个叫猪皮豆。